第一，一个小朋友拿着假钱去买玩具，他买了一个小飞机。买单的时候，他结账的那个人就说：“你的钱不是真的。”然后呢，那个小朋友就说：“阿姨，那难道你这个小飞机是真的吗？”第二个就是有两个牛，黑牛问白牛，他就说：“你的草是啥味道的？”然后那白牛就说：“我的草莓味儿。”然后他就说，然后他吃了一口说：“你骗我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我说的不是草莓味儿，是草莓味儿。”第三个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在课室里面，然后他就举手说：“老师，我想拉大便。”然后呢，他的老师就说：“你能不能别说大便这个字啊？”可是然后呢，他就说：“老师，我的屁股要吐了。”第四个就是有个小朋友在睡觉，然后呢，他阳光射了他脸了，然后他说：“把灯关上，把灯关上。”然后呢，他妈妈说：“那不是灯，那是太阳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把太阳关上，把太阳关上。”第五个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在睡觉，他妈妈就说：“赶紧起来，赶紧起来，那个公鸡已经叫了好多遍了。”那个小朋友就说：“公鸡叫我有啥用啊？我又不是母鸡。”第六个就是有一个肥的小朋友，很肥，然后他就问一个叔叔，就说：“你能帮我找到我的妈妈吗？他有长头发，穿着高跟鞋，还带着一个小肥肥。”原来那个小肥肥就是他自己。第七个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在学数字，第一天他学了一二和三，然后他就觉得太简单了吧。然后他老师说：“那你出去给我写一个一百个字吧。”然后呢，他去了好久，老师出去看一看，原来他写了一百个很。第八个就是有个小朋友要拔牙了，然后他拔完牙出去走的时候，然后呢，他妈妈就问他：“你的牙齿还痛吗？”然后他说：“痛，我咋知道痛不痛啊？不是还在医生那吗？”第九个就是有个小朋友有50块钱，另外一个小朋友有5块钱，然后呢，有5块钱，那个小朋友说：“哎，你那个五是，那个你那个是50，我这个是5，那你的那个零是没有用的，那我们换吧。”然后他就换了。第十个就是熊和兔子在拉臭，然后呢，熊就问兔子：“你怕臭沾到你身上吗？”然后我不怕。然后熊就把熊就拿着兔子，然后擦了他的屁股。我讲了，谢谢大家。